里还有一个大海参，是不是摄影师？是是，赶紧卸下下。哎呦，这边可真不好走。哎，不行，我换了。再动了还？对，活的。哎呦，你看，不行不行，这也太难走了。哎，穿水鞋太捂，穿这个鞋也不方便。看不见了。你能不能看还活不活呀？活，这不都活，都飘在上边。那我拍一下。好的。看，哎，掉了。这里我看都看不见。有爪子还动，就你看这水，就是太阳太晒了，知道吗？那你说这水都看不见。这里边肯定有，但是我看不清。哇塞，我这走一点会不会好一些？这里能看见，这个还在飞，也还在爬呀。哎，这里一会儿水清了再走一遍吧，别忘了。哦呦，好大的大海参啊！这也太大了，这一个海参得顶着半头虾呀。我看这里还有一个下来的，哎，在这呢。哇塞，我睁眼一看，好大一只大海参啊。哇塞，这个这么大。对呀，这个大呀，这个太大了，看看比我的脸还大。放我的同学给你们看看，这两个对比一下，是不是左手这个更大一些。今天是太潮了，简直。我刚刚要说这个扇贝红红的，知道吗？看到海参把它给忘了。这还有，你看这里有一只死八爪鱼，半死不活的，好多扇贝，你看那里，好多好多呀！这水在这涨啊，是冲过来的吗？让我来看看，哎，这些扇贝你看好漂亮呀，嗯，你看，慢慢的它就闭上了，在这里开口很大呀，在这里呼吸，在这里喝水。口罩的好大呀，你看弄它一下它就闭上了。哎，它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一碰它闭的可慢了啊，它这个反应还不如这个小的。咱们过来把这边剪了。哎呦，这有一个红的，你看这个红的还不多呢。哎，这怎么是壳呀？哎呀，这个好大呀！看，行啊，有大有小，都好吃。它这里有一条八爪鱼，我就走过了，我竟然没看到它。咱就是说呀，赶海得仔细，要不然就看不见。会不会躺螃蟹？让我来看看。哎呀，不好干，挑战一下，亲，有没有？没有。这里两块好大的石头呀，我就想里边会不会躺螃蟹。但是好像搬不动，挑战一下吧，试试啊，还得注意安全。哎，还行，有松动。嘿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嘿，啥也没有啊！来，哎呦，不知道咋办。哎，压下来，压下来。哎呦，你别动啊！有啥？你别动，我抓。那个大虾活的，跑了。哎，在这儿，哎，在这儿碰掉这儿。哎呀，他碰的还很厉害。疼。给我吧。拿来吧你，没有了。没了。没有螃蟹啥的。哎，回去。哎呀，回去。红红的是什么？嗯，我离老远一看，我以为是个扇贝，近了一看，这咋是个猫眼螺？还在这里推土，你看。哦。哇，好大的肉，好大的肉！哇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咦，真好呀！看的可红了，是的吗？你看，哇，这是什么？你看那里还有一堆，什么情况呀？红红的，我这可是头一回见呀！我赶海这么多年，像小蘑菇呀！你看看呀，没见过吧？没有啊，我见过。这怎么没有根儿啊？这叫海蘑菇，海蘑菇，行走的海蘑菇，是吗？我的天，哎呀，嗯，真的是蘑菇味儿啊！这
这好奇怪呀、啊！拿快捡吧，先捡回去再说吧。嗯，回家上网查一查怎么吃，你说呢？哦，嘿嘿，这是好蘑菇呀。嗯，哇，这个好大呀，有大有小的。那像这种小的咱不要了，捡几个大的。这个营养价值特别高。脚底下还有一个，回家尝一尝这什么味儿。你可别骗我，它没有根儿啊！啊，行走的海蘑菇吗？啊，是本来就没有根儿的呗。不一定耶。哎呀，虽然我这个海鲜知识很丰富，但是这个海蘑菇我属实是第一次见。哎呀，这还不好拿，翠花。翠花。洗一下手。哟，我离老远就看到了这一条腿，隐隐约约的。你看，这里藏了好大一条八爪鱼，带走它。哇，你看看它这个大脑袋。咦，怎么样？哇、哦！你不动它，它没反应。你要是拍拍它的头，它可能回应你了。带走。我看下边一条大海带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姐夫那里有海带，你看这里。好多八爪鱼啊！我的妈耶！带走啊！你看看，这拍拍它这个也很大，拍拍它干啥？我喜欢看你拍，不浪费时间吗？哟，这风太大，给撕裂了。哎呀，这个这一块上边还行啊，下边这点好像有点不太好了。看，我估计着咱们就是跟摩友哈，在他们那边买的海带很贵，而且还不好，都是这种品质的，要么就是很厚咬不动。你看咱们这边，就是好海带都是这种的，很厚而但是它很脆嫩。你看，一弄它就碎的这种，这种就是很肥厚还很脆嫩。其实不用我说，大家从视频里都能看出来。这边又一块大海带，这个比这一块品质要好多了，好多虾呀！你看，哇塞，这个可真好呀！我的天哪，太棒了！这一块整颗品质都好，没有坏的。你看，直到底下也挺好的，就这一点尾，太棒了，好开心！哈哈哈！这段时间我给你们攒了有个五六百斤，是想要的。跟我说啊。我拿不动了，但是我看到这边有一个海星，这是有个蛤蜊呀，不是，没有的。看这边好像还有一些蛤蜊，我的妈呀，隐隐约约的，这里都是，又是一窝。我给你们画一下，就这一窝。来吧，开始挖，看看，我的妈呀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这太大了吧，看看。过瘾！哎呀，这里都还有，哇，这比我画的圈还大呢。你看，都超出来我画的圈了。这么大的蛤蜊，头一会儿见。之前的都比这个偏小，这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可能都长大了一些。哎，看，我的妈呀，这一比呢，大多了。看看还有吗？这里的土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它好肥沃呀？看又一个，嘿，带走，哎，感觉是没有了，好肥沃呀！这种土里长的蛤蜊特别好吃，很鲜的，你们看，很鲜香，一点都没有那个腥味，你们知道？非常的鲜嫩多汁。哦哟，我的天，怎么着超出来我画的圈大两个都？说，没有了，再继续找下游吧。快看这里，好多蛋！哇塞，你看这种根本就不是海鸭蛋，我拿回家把我捡的海鸭蛋跟它对比了，哎呀，它真的是不是？什么情况？你在那个方向看到它碎了吗？嗯。哦，那我没看到。这个咋没有青啊？直接黄呀？因为它那破了嘛，黄已经冲跑了。这壳怎么这么碎呀？谁呀？快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什么蛋呀？啊，我的天，这什么壳这么碎呀？你看，这比普通的蛋碎，就是壳可那个什么太薄，还脆呀。
那个什么海鸭蛋可比这个那个什么哈，那个怎么说厚哈，皮不会这么轻易的就破的。哎呀！哎呀！坏了，摔碎了，没进海水了，咋办？还要吗？要，先要着，快点，快，这还有一个，看。哪里呀、啊？我咋没看到？哎，刚才在这儿呢，冲跑了。没有吧？我摸一下，让你摸。我在这个方向摸一下，你确定这里边有啊？啊。摸着了。啊。哎、还行。哎呀妈呀，就这几个蛋，就有好几个。我在这边捡捡漏，看看有什么好货没有。哎，有螺，有螺，来。哎，小螺，这是南方叫小螺，咱们这边叫长脚螺，是吧？哎呦，你看它的肉出来一半了，一动弹它就缩回去了。你看这个，又是一大一小，太好了呀！看，哦，这边好多鱼群，哎，没抓不到，这小鱼速度太快了。没有货，走，收货收货。看这里还有蛋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贝壳，这个你看就是这个蛋就是比普通的蛋要脆一点哈，你看裂味了，要是碎的厉害，海鸭蛋我捡的也有裂味的，但是没有这么厉害，你看这个多严重。我看看这个，我得好好检查一下，给你们看看。哎，还行哈，这是。只有五个好的，坏的是两个。哎，小心一点放。这个这两个咱还要不？这都碎四五个了，要回去要着吧，拿回去吧，不舍得浪费。还有一个扇贝。嗯，真好，这扇贝很好吃。再过了三十，你看到在哪吗？在这儿。跟个石头似的，哎、挺好使的。你能不能就是演一下？你说我没看见呀，正好让。那我赶海那么多年，跟着你我也长有经验了也。你正好让粉丝，你带着粉丝一起找一找，你一下子看到了，他们也就没有那个什么了，没有悬疑性了。收了啊，我精心创造的镜头，让你一下子给坏了。哎，太真实了，摄影师太实诚了。哎。有没有八爪鱼？没有。哇，我又发现一个大贝壳，一看就是有肉的。看，不在这里说话的功夫，看在这还有一个扇贝。你看，这边涨潮了，涨上来这么多货，这里还两个鲍鱼。你看，软的，刚不活的，刚烫死的，它跟着潮水上来，这里水还太浅了，热乎，所以就它又烫不活了。你看这里，哎呀！你看呀，这么多海虹。对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只要是位置对，就是涨潮也有货，因为都冲上来了啊，跟着潮水上来了。哎呦，哎，看看，就是再往里边走一走，会有好多好多鱼，就是路亚的那种，都是涨潮钓鱼的。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啊。哎呦，啊，男士应该都知道，不知道女士知不知道？跟你们说了，这回你们知道了吧？好多，这里还有个垃圾呢，带出去。哎呀，这又是谁呀、啊？喝了水扔到海里，一点都不爱护环境。看那边还有一个，哦，在这里一堆鲍鱼，你看那里还有一堆。天哪，绝了！你看我刚才捡了仨扇贝，然后就看到这么多鲍鱼。哎，哇，这这么多，这。哎呀，你看，都是活的，你看活的呀，真好呀，你看。因为今天天气凉快一点，所以这些海货就能成活的时间就能长一点。你看，要不然就这点水早就是热乎的了。今天还是凉的，你看都还是活的，真可爱呀！这小鲍鱼，好不错。哎，这底下还有一个，哎呀，这个还吸住了。你看，小鲍鱼吸附力很小。这还一个。哎，是不是吓我一跳？没看到，对，嗯，可以。看看这底下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小翻也翻不动，刚才十块钱，这些，哎呦，看看这个小翻底下有什么货？没有啊。啊，这水一动，他们就都起来了，吸附力很差的小鲍鱼，你看，但是都还活。咦，可爱极了！你看这一个躺在这儿跳舞呀。这个也躺着了，挺懒的你们，
但是它很肥，还有肉，你看是不是？是不是每一只都很肥？这一个，这个更肥，你看。这几个怎么吃啊？做个捞汁海鲜吧，做捞汁小海鲜可以。正好就个头哈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这种感觉和挺相识呀。看那边好大一个大海鲜，没有，在这边。哎呀，海鲜好在这边水咋这么好呢？哎，你看这个大海鲜啊，真不小啊，跟手掌比一下，这手这么大，你们喜欢吗？重啊。这里一个扇贝，哎呀，哎呀，本来站着没看到，蹲下拿扇贝的时候看到两个大生蚝。行，今天有点好吃的节奏。这个小水坑里还藏了不少好货呢，离老远看到大海蛎子，哎呀，随便光捡海蛎子，这以前可是没捡到的，没捡过的。哎呀，你不说这边有啥海蛎子？这一个。蛤蜊呀，这不是海蛎子吗？这边真不好。先走过去了，地方一会儿带你过去，我看一下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些蛤蜊呀。嗯。行，不少，你看，真不少。都开着口。哎、开着口在这呼吸，你看一动闭上了，哎，还出水，哎。嘿嘿。这个还开着，这个。哪里啊？这里。关上了。哪里啊？就这，这个。啊。这个。啊。这个、啊！我的天哪，这里一个我，你折了我都没看见。哎呀，太大了吧这也。哎，但是这里可浅了，没有多少，就那几个。我的妈呀！没了，行，继续找。这里我好像一个海星背着扇贝呀，你看。扇贝在这开口呼吸，哎呀，捡了它，这海星也不小啊！我输了，继续。快看这里，我发现扇贝，哎呀，我海星了，哎呀，拿不起来。咦，这海星的小爪爪在这一直动。这里边还有一个，我看看它的爪子动不动。它的也动，微微的，不明显，就这一个，太激动了吧？这性格还是不一样的。有活泼的。哎呦，我一拿它，它一震一颤，然后就闭上了。不知道拍没拍出来呀？那这边还有好多。拿摄影师刚刚拍出来了吗？角度不一样吧。因为它朝我。对。哎呦，你看刚刚这个沙贝弄起来多少沙呀？哇，太漂亮了这一个。你看它的卵黄，这也太好看了，能不能行？闭上，越来越小，就是还活，看，哎，走吧，继续。海星，哎，它那脚刚才你看，哎，也是在动，这个又是一个活泼可爱的海星啊！你看，其他的脚脚都不动，这个想看图的朋友们，给你们看看。这赶海一半的时间了哈，两三个小时了，捡了这么多，还行吧。虽然没有太多值钱的，但是这一趟来的也算值哈。走，继续吧。走嘞，快来！你看这个小坑里有多少海星？哎呀，前面一个一个捡，俩的捡，捡的太辛苦了。你看这坑里这么多，哎，这边的水好凉快啊。哎呀，一个手扶着，一个手捡。这要是俩手捡就过瘾了，看呀，哎呀，这大扇贝，给你们看看，这两个扇贝对比一下，它多大？输了啊，大小都可以，有肉就行，苍蝇腿也是肉啊。你们看看呀，好多海贝，上次也碰到这一个景象啊，你们看，这全都是这种大海带呀，这个品质多好呀，我的天呀，你看。很肥很厚，但是很鲜嫩，能咬得动。那种不好的海带啊，它很肥很厚是咬不动的。啊，一股子清香的味道，让我瞬间流了口水。你们想不想吃海带呀？我已经给你们攒了有个500-600斤了，正在加工着啊。话不多说，我得赶紧捡呀。下边，这一块不太好了，不要了。哎，我直接弄掉。
这会儿还行了，冬天。像这种不好的我就不给你们弄了啊，不好的留着我自己吃吧，还行。来吧，看看这边，这个还行吧，这一块，这个也留给我自己吃了。这给你们好的啊，这边一块大海带，我感觉我再不来这块海带都要深化了。我的天，这一个也是很丰，哎，规模很大的。刚来半天就忘记了，我一会儿还得考虑把它拿出来，要不然我赶海我得累死啊，提着它，都找个地方把它拿出来。我过来这块把这个海带放下，看看这里有没有大货。没有啊，不知道放这能不能冲跑了。你放了一边儿。放一边吧，要不然就晒了不好了。放在这儿挺好的，有水滋养的，晒不干。你们看看，你们感觉行不行？我感觉挺好的，走了。老远就看到海带了，你看我过来捡这个海带的时候，我还看到这里有一条八爪鱼，怎么回事啊？看这样也还行，你看，哟，有点奄奄一息，但是还是很有力气的。哇，好看好看，你看个头很大啊，带走。这里还挺小的，像这种小的我自己吃。行，来看看这边有没有，没有啊，走吧。哎，这里有海星，嗯，可以，好看。哇，太好看了吧，这个都不舍得动。你看这些碎海带，又是风太大的时候都刮碎了。带回去啊，带回去我自己就能拌一点小凉菜。看这里还有一个，哇，你看它的小脚脚，哎呀呀呀，好鲜活，你看看，这是几百几十几只脚呀，你们能猜到吗？还行哈，再等。这又是海凉菜，我回家和海带一起拌了它。好可爱的扇贝，来看看，虽然开口了，一动它就闭上了，在这里喝水儿。行，你看，真的要闭上了。哟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你看到吗？走，来水。嗯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哎呀，遍地捡八爪鱼的感觉吗？你看，还行吗？挺好看的。哎呀，哎，啥呀，漏着了。哇，厉害了，我都没想到啊，我就漫不经心的一翻，你说有还把我吓一跳，这么大吗？原来全部费功夫的样子。哎呦，摄影师都激动的差点趴水里。激动啥？嗯，走。什么情况啊，我前几天就发现了，遍地都是这种小象拔蚌，你看看。哎呦，这水，你看。哎呦，这里好多呀，你看看吧。哦，都会刺水，会刺水就是还活的。看看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千万别漏了，这个我上次吃了，可好吃了。哎呀，发财了，这回又有这么多。这还一个。吓我一跳啊。我眼睛往那看没有了，你突然提醒我这儿还有一个。你刚才笑话我，我就吓坏了。这不，这不赖我，谁看到他刚刚那个动作都得笑死。哇塞，这么大的毛蛤蜊啊，我可是好几个月没见到了，这是不活了吧？哎呦我的妈，还活的，你看。要不是我感觉我会看它活呀，我都得让它吓一跳，这都让它吓了一跳。我的妈呀，你们看，这就是那个什么赤贝呀，这回去可以吃刺身啊。吃啥？对，就是赤贝，回家就直接给它刺身了，可好吃了呀。这不是那个大网红那个吃播他们都吃这个吗？你不仔细看，你看到这是一个海螺了吗？嘿，看看呀，像这种小海螺最好吃了，很鲜嫩。这咋这么紧？这点小海螺力气可大了。我都快要走了，你们看我在这又发现一块大海带，好肥好厚啊！你们看，这吃起来特别的鲜嫩。不知道你们那能不能买到这么好的海带呀？这也太少了。哎，带走。今天咱们赶海就快要结束了啊，把这些海带收了，来，开始把那些拿了。回家了，都要爆土了。走，这是大螺，你看是不是？没看错呀，
这种螺不常见，有肉吗？你们猜。一二三，揭晓答案。哇，有肉的，活活的，让我来看看。哇，冻啊，非常非常的鲜活，我给你们看啊，掀一下盖看看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这样角度不行，你们看不见。来看看，我越动弹，它的肉都进去了。哎，不错。哎呀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我刚刚往这个方向洗一下的。你看，在这底下又看到一个。哦，这个好小啊！看，这是一大一小，这个也还活。你看，这舌头一动它，缩进去了。哎，这个舌头一动它也缩进去了。哇塞，哇塞，这个是长角螺啊！你们喜欢吃吗？你们，我还没吃过这种螺呢，很少见呢。收了啊！你看这里好多鱼啊，好多好多鱼啊！看看有没有一个都没抓到，太可怜了。哇，那里有龙虾，我刚刚方向不对，我朝这看不见。快快快快快快！回过头来看到那边有一只龙虾，我快把俩鞋夹了。哇塞，好大的大龙虾呀！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这个鱼毛可以吧，千万不能把鱼毛当垃圾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它就被这个网子抓住了，哎，我还以为不好拿，还挺好拿的。这里属于热乎的，分分钟就挂了，不活很正常。但是看着新鲜吧，摄影师。嗯。看着很新鲜啊，挺干净的，身上一点那个寄生物都没有。有食欲，收了收了啊，两个大螺，一个大老虾。看看这边有啥好货没？看看。哎，有扇贝。哎嘿，哎嘿，扇贝是活的。看看这边有什么大货，这边也就是场大货，大海螺、大龙虾啥的。有吗？有个大鱼也行，啥鱼有？俩货来这边看这里，哎，有扇贝，有蛤蜊，哎，还有几个海蛏。哎呀，这个扇贝，你看这个水多热呀，生存能力特别强的蛤蜊都死了。那就别那龙虾呀什么的，肯定活不成了，这个也不要了。有没有人认识这是啥呀？啊，粉红色的，还是泡泡的状态，这什么卵呀？可能这个参照物不明显，你给大家放这里，这样看着就明显多了。嗯，有没有人认识的呀？看着好吓人啊，应该是海葵呀。不是不是不是吗？嗯，放在这儿吧。我发现这里一堆蛤蜊，看看吧，离老远就看着可明显了，特别是这个小蓝色。哎，看看，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一堆有多少。五个。哇，这有七八九五十，没想到吧，这一把你下这么多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咋这么小啊？哎，挖一下看。哎呦，哇，哇塞，过瘾吧。哎，这种是白蛤蜊，也特别好吃，也是不贵而且好吃的一种。嗯，看，多了多了。哎，这里还有，哎，这里还有，有感觉。哎，石头。哎，看，我的感觉不会错的，还有好多。真是没猜，还有吗？没了。看，这边还有一个吗？哎，这会儿应该没有了。脚里好多沙子，挤一下。哎呀，穿这个鞋可真舒服，这个季节穿水鞋可好了。哎呀，原来你还不费功夫，都不用挖沙了，过瘾吧？哎，这水可热。哎，全程我都在嫌这个水热，凉的时候怕凉，热的时候怕热。鱼啊，这要不是我来的及时，这个都钻进去了。你看那边好多，是不是一窝八爪鱼啊？我的天，这发生了什么？都出来晒太阳吗？这两天天气可真好呀，我八爪鱼大爆发呀。我昨天我回去我数了数，我捡了35条八爪鱼。你看看，咱看看今天能抓多少，上来这就是4条啊。哇哦哦，还吐水。收了收了啊，还行。
狗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我刚来就收了这条八爪鱼，给力啊哈！如果你们喜欢吃八爪鱼的话，一定要给我点点赞，谢谢你们。哇，我没看错吧？这里一下子三只海星啊！你们看看，这怎么今天是一堆一堆的？这要我说不是我放的，你们还真不信了，一堆一堆的啊！这可真不是我放的，我要放的话我就分开。那是什么呀？像个蛤蜊，但是这之前没见过这个品种啊。幸亏我喜欢研究海鲜，我认识，我看别人弄过这玩意儿，这叫象拔蚌，这个坏了，但是它没死，你们看闭着口的，带回去吧，尝一尝啥味儿，我还没吃过呢，你看这么多，今年这沙滩上怎么出来这种品种了？它开着口在这呼吸呀，哎呦，你看还动还活，哎呦，这一个也还行，带走了啊。来看看石块底下，这地方石块底下经常掏八爪鱼，我每次来必翻它。切，没有啊。切，没有哎，怎么回事？有点失落呀。哎呀，这个也没有。给你们看看，这摄影师速度太慢了，我都给它翻出来了，他手机还没给我架好。你看这个大八爪鱼，哎呀，哎呀。太有劲儿了，我一个手还弄不动它。这一个海蛋，你一个绝对能炒一盘了。你看它像是破的样子，你看看，你再看看那个，主要是这个我没看到，我过来才看到，这个离老远就看到了，先把它拿出来吧。哦，还刺水，哎，太好玩了！我喜欢海中一切会刺水的东西。看看这个会不会？哎，这个也会。哦，太好玩了，记住了啊！这是不是个？现在看我这边能捞不少呢。你看看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怎么这么多？啥呀？这是？你会不会刺水？哎呀，哎呀，搞笑！这个还挺好吃的，那种大的卖的很贵。这个不知道小的会不会啊？哇！这里有扇贝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没在有水的地方，这都晒干巴了，还活不活？让我来试一试。你看，慢慢又闭上了，还是活的哟。再说，这里还这么多，咱就不试验它了，不活的回家再说吧，节省时间，快点捡吧。带走啊！快来，我又发现了一个，你看，哟，你看，你看这一个长得还挺好的，一看就是活的。我给它弄出来，让它呲一个水儿、太搞笑了，太好玩了。这边有虾米，还有海星。来，看看这石头底下有货没？我的妈呀！你有想到吗？又是一对双胞胎。哇，跑跑跑跑，他们感觉到危险了，要跑啊！哎，这太过瘾了吧！两条上货，看看还有什么散贝。海星啊，你咋这么厉害呢？都要爬墙上了。看看这石块能不能翻起来？哎，这个翻不动的，扇贝捡了，带走了。哎哎，你看这个扇贝上面还背了一个小扇贝呢，它真可爱呀、啊！给摘下来。啊，对，这个小扇贝，小扇贝它还能再活呢，给它放在这儿吧。哇塞，好大一堆海凉菜啊，你们看长得多标志啊，可真好看，真好看呀、啊、哎，一拽就出来了，你看它的根儿在这里，我的妈呀，夏天之前的海凉菜最好吃了，这么些石头像不像有大货的样子？看看啊，就是你有点压力啊，翻不动。哎，还挺好翻的。没有没有，这么大货的肯定不行，先把这个扇贝捡了，叫你给俺踩了，你我都看到了，你没看到？我光给你拍了，你发现货给你拍，我真没看见。什么情况呀？给我来点海带吧，我好久没赶海了。我这两天没赶海，又想海带吃了，而且我给粉丝们捡了几百斤了。但是今天怎么就这点？怎么就这点？虾个头可真大，特别是这一个，我的妈呀，这得多大呀，这真的是超标了，比2030的还大好多。我跟你们说哈，我今天本来是挺忙的，这两天我一直很忙，所以有时候断更，但是我知道我今天要拍大虾，所以我把我事推到晚上了。
今天必须来捡它，不然的话我是牛你回来干啥了啊？哎呦，差点踩了！哎哎，快点捡吧！你看今天这个虾比以前捡的都好呀！别踩了，你脚后边有，输了。但是哈，有一个缺点是这个虾，就是它的缺点是大小不一，你看有很小的，还有超级大的。这个多大？你看这个也很大。刚才这个还蹦了。对呀、啊，多数还活，但是也有不活的，因为这个虾对温度要求可高了啊。输了，看看，有一个，这边有水流，咱顺着水流往下走，应该还能找不少，走吧。还活呢，爪子还动，我一去看看。这还一个，哎呦，这个是绝对活，你动它。比我厉害，它在里边游起来了，游得很欢快。你看，哎，哎，收了，看看石块底下有没有货。这没掏个八爪鱼啥的。没有。走吧，继续往下。哦，这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顺着水流下边，它有好多顺着水流下来，你看。这个多大，这怎么个头非常的不一样啊，看为啥还红了，这四个颜色都不一样，是的，大小还不一样，一个大，这个最大，这个第二，这个第三，这个第四，快一点吧，下边还有这么多虾，咱怎么舍得在这浪费时间，不说话，赶紧捡。哇，哎呦哎呦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哎，我明白，这下来了。好嘞，走，继续往下。这是不是一个虾呀？哇，你们再仔细一看，这里有一个海葵，这个虾被海葵吸住了，看到了吧？你看，你看，啊，好可怜呀！这个海葵这么大，我的妈呀，这海葵很大，把它吸住了。你看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给你们看看，这个海葵很深很深的，吓我一跳。走吧，继续。这还一个，别动。石头缝儿是吧？看没？给我！这捡不赶紧肯定是的啊！你看这一个好小啊，太小了吧？喂，再走吧。哎，没，哎呦，什么蹦？是鱼，我以为是虾呢。放下吧。哎，哇，这里这个大八爪鱼怎么这么大？哎，不对，两条，你看，两个大脑袋。哇，咱们把它打开看看哪个是。比较一下，看看谁大啊！哎呦，就感觉它这个吸力好强啊，一眼就能看出来它们很肥。其实，哎呦，我还拿不起来它，看看，哦呦，发财了！这天气这么好，出来干海八爪鱼都大呀！收了啊，哎，放头里，走，继续。哎，不对，石头给它回去。哎，看看这个石块有吗？七，还没有。石块，你看看，过来翻石块，看到两只大虾，你们看一下这两个虾有多大！我的妈呀，我实在是不知道用什么标准来形容了。看看这石块底下，哇、哦，又一只八爪鱼，这什么造型？你看，它看到我，它感觉到我发现它了，感觉到危险了。哎呀，这个吸力也可强了。哎，还行哈，带走。快点给他留下，看不见了。你们猜这个石块应该没有啊？我怎么看它像有货一样的？我给它捡，有吧？没有。这么干净，哎，是真没有。啊，这个石块里还有没有货？哎呀，没有啊，这太干净了。走，继续往下走。哇，你看这里，你看这里还有好多，赶紧捡吧，啥也不说了，快快。哦，还活，这个也还活，你看这个游起来了，这个也还活。哎，今天的虾可太好了，又大而且还非常鲜活，就因为我来的及时。走吧，继续往下看，我看看它什么造型啊！我的妈呀，小爪子在这里还挺开心。再给你们看看这鲜红的大尾巴，有好多朋友说这是什么界尾虾呀，还是河虾？虽然它有点像，但是你们也要仔细区分一下啊，不要觉得我这个海水虾非说什么咬着虾来拍我，带走啊！看看这底下有没有货，没有啊，走吧。但是你看看，哎呦，八爪鱼在吃虾！我的天，你这生活也太好了吧！我都没有这么好的待遇，我想吃虾我还得出来搞一些呢。
我得从你鱼口里夺食了，我把你也带走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怎么拽不出来？它应该是吸在底下了。哎呦，还行，你看这八爪鱼比前几条个头都小一点，但是它的生活最好。收了啊，带走。我没看错了吗？那一条鱼啊，你看看它尾巴还动，这会儿尾巴咋不动了？啊，你看，刚刚的话就一直就这样蹦，刚刚的话就一直这样在蹦的，好大一条鱼，多少斤？我还难不了你呀，我还。你这个嘴好闲，好闲。快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，一把把它抓起来。好大一条，还非常鲜活，你看，就是镜头可能也抓的不巧，所以说看到它的那一刻，它不蹦，你知道吧？来打点水养的。不巧，我怎么发现一只虾？快，这种的一看就是野生的，还活不活？啊？你看，不活了。你看这触须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！之前我就捡到这种虾了，一直在动，咋就不活了？哎，这头里还动，你这个还动的。哎，呦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看，可以，来吧，给你们对比一下哈，养殖的和野生的不一样。收了，咦，放这里面不会让鱼吃了吧？走，这里好多虾，这里还有海参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个鱼这是怎么回事？要成精了？妈！别管它，赶紧捡吧。给你们看看，这夏天海货死的多快，刚刚那鱼还发疯了似的蹦，这没几分钟过去就不活了。你看我的虾，你看这个虾也是，这个虾也不活了。你看，就那一瞬间，因为这水太热乎了。走，看这里发现一只鲍鱼，你看就是不活了，但是闻着很新鲜，一点味都没有。活了不活了，烫坏了，这水太热了。看这里有两个蛋，海鸭蛋吗？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三个。哎呀，这个碎了，你看，感觉没进去水，带回家看看吧。你看这一个，像这种没变味的哈，回家闻一下就可以炒着吃。这个是海鸭蛋吗？这个比海鸭蛋小多了，海鸭蛋比这个得大三分之一。这什么蛋呀？啊，你们有没有认识的？带回去尝尝什么味。看看这里发现好多海虹，来吧，捡起来。这个季节海虹还是挺肥的，也可以吃。哎呀，好大呀！你看这里还有好多蛤蜊。咦，这个不是，这里看样子不是一窝呀，就这么几个，也还行。越扒越多的样子感觉。没了，走下去看看。看下边还有好多海虹啊，你们看，哎呀，不能太激动。哎呦，个头可真不小，这个头你们满意吗？这个可能比南方的可能会小一些，南方的叫青口贝。这下边还有一只手都抽下来了，看我们北方的海虹都这么小，南方的青口会大一些，但是哈，北方的青口好，不是北方的海虹好吃一点。哎，这个头也不小。把这种不要了，走，让我来看看有螃蟹没有？没有啊，来看看这里边有没有八爪鱼？听到我的呼唤了吗？看看这个，咦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哦，小螃蟹倒是有一个。哇，这里两个蛋，让我看看，千万别碎了，真的没碎呀，你们看看，咦，不错，这蛋就确实不像海鸭蛋，这到底什么蛋呀？真的比海鸭蛋小很多，什么情况？我看这颜色也不像海鸭蛋，声音是不是？是。这什么蛋？哎，真好呀！不管它什么蛋了，直接收了啊。这一堆蛤蜊。还要吗？过来扒一下吧，这不在这儿？你看。行吧。哎呀，我还寻思不要蛤蜊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想吃了？嗯。还行。哎，不少嘞，还。行吧，这些我看看底下还有吗？咦，还有一个。哎，越扒越多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我看能不能给你凑一盆。哎，还有。哎呦，行，大概就这么多了。没了，走吧。看这里，两只猫眼螺。哎，那里还有一只。
一下子三只呢，我的天，我还下不来。哎，哇塞，好大的大白肉啊，而且还很干净，这比沙滩上的干净多了。赶紧捏吧，哦，这个水好丰富呀，你看你看，我连捏带捏，它自己都缩回去了。你看这个粘液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这个，一看它就爬了好久了，这个手了，给包起来了，哦哦，它缩得更快，幸亏我手快呀。哇啊！这个硬一点，这个硬一点，没有前两个灵活。哎呀，就这里，你煮熟了之后有点像猪肉的味道，吃起来特别香，是海螺没有的特点啊。你看这个也很干净啊。我发现这里有只鲍鱼，哦，吸得很紧。哎呀，哇呀，这就是你们想看到的呗？鲍鱼在吸在石头上，是不是？鲍鱼其实什么形态都有啊，也有在沙里的，是吧？在沙上它就吸不了，这不在礁石上它就吸住了。哦，你看看呀，哎呀，这石块底下我看到有鲍鱼，八爪鱼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么多！你把这个八爪鱼给压着了，你刚才。你别看这个石块小，但是它很沉。哦呀，这么有劲吗？直接都拽不出来。哎，咦，我的天，他还攻击我，幸亏吐的是水不是沫呀。我赶海这么久，我还没让八爪鱼喷沫喷过啊。哎，至少是没喷在身上，没喷在脸上。哎呀，好像我记得喷过衣服，收了，你看看。哎，突然间就老实了，刚刚还很厉害呢。走，这个石块我再给他回去。哦，再这样，下次还能逃。你看，要不是这个海葵漂亮，我都不给你们看了。你看，这个是这个样的，它还吸我。比起这个，再比起这个，再比起这个，它是不是更漂亮？你看，这个还长在海蛎子壳里，哎，一碰它消了。比起这几个，它很漂亮，所以我就给你们看看。哎，哦，我说来，刚刚想说来这边翻翻石块的，你看看，它又在召唤我了。你看这里海鸟毛，也可能是海鸭子啊。哇，八爪鱼好大一个。哇，我的妈，滚你滚你，出来吧出来吧大哥。哎呦呦呦，这么大的吗？怪不得看它的爪子很大呢。哎，我又不见了。哎呦我的天，你想到了吗？在这个石块底下还有一条八爪鱼。嗯，只看到小爪爪不见头了，太小了，握沙握得很厉害。别看它小，它很有力气。哎呀，腿那么长。哎呀，腿还长。哎呀，这后边冒名大长腿，起来，这底下它就没了。你看这里是不是还有一条鱼？最近这里海鸟毛很多，而且这种海鳗鱼很多。我的妈耶！哎，这个咋不活了？收了啊。把这些扇贝点了，扇贝藏在这还是很安逸的，你看个头还行。哎，就是上面有点沙呀，因为在礁石区这边会比沙滩上脏一点。还有吗？底下没有。哎，好嘞，收了收了，走，带走。哎，我又发现一只鲍鱼，它正在爬行吗？哎，吸住了，哎，吸住了。哎呦我的天，进水啦！不是我不摘手套啊，是现在天还冷啊，水还凉啊。我是一个美女呀，我怕水，我怕水冻啊。不是说就来一次两次，我常年在这儿，常年下去的话，那身体不得坏了。你们要理解理解我，哎，你们要比心，点点赞，多点赞，多点赞，谢谢你们啊！来，这里老远看到那个海星了，过来看这里还有一个鲍鱼，嘿，它就没吸，你看看人家今天的。鲍鱼都很勤快，你咋这么懒呢？来，我来。哎，这个海星好看呀，翘个小脚脚，你是在跳舞吗？这个海星也可以吃了，虽然不是很肥。走，带走吧。你们看到了吗？这里边竟然藏了一只鱼呀，一条鱼啊！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好漂亮的海葵，看到漂亮的海葵，我还是很激动的。哦，哎呦，我感到它在生气了，我感觉到它在生气了。我的小
没有。哎呀，这啥？你看。哇，我的天，真是惊呆了呀！我看着往着这里像有货，过来一看又没有。咦，这是一只大龙虾，不活了吗？这是啊？你看它咋一动不动的？啊，你看在这里还长了个藤壶，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这来赶海收获的一只大龙虾，看刚来啥也没有啊。我刚刚是没反应过来呀、啊、然后你看一弄它还是非常活跃的，这个个头的话不小了啊。哎，给它放桶里，不用放水吧，这水是热乎的，放桶里给它弄快。走了，继续。刚刚看到龙虾太激动了哈，咱就是说这个网子不是垃圾，这个网子在海边啊，不需要把它带出去，但是这俩得带出去。这是谁呀、啊、放在这放的还挺有水平的。那个先说一下哈，就是一会儿赶完海过来摘掉拿出去当垃圾扔了啊，先放在这吧，暂时先放在这，走了。我看这边是好多鲍鱼的样子，但是都躺着，你看这鲍鱼个头还不小，躺着是不是水热乎的原因？你看这就是涨潮的时候刚冲上来的。哎呦，这里还有一个。然后呢就是他们这水退下去之后，这里水太浅了，他们就会烫的慌，如果水深的话还好一些。这个头还不小，来继续看这边。我就喜欢双数的，不喜欢单数硬的。你看，哦，这里水更烫了，前面这边还凉快一点，太可怜了，赶紧的进我桶里吧。啊，这上来龙虾鲍鱼的，这谁受得了啊？看看石头底下有没有半个鱼。哎呀，不烫人啊，这边的水，这水都够的，烫人呀、啊！哎呀，还没有，烫死了这里的水。你看这里好多被冲散的海虹啊，这个头还行哈。咦，这个季节还有海虹吃，这也太幸福了吧！但是啊，这个季节的海虹没有春天的时候肥。看这个沙贝，这个沙贝我跟你们说，上次我捡回家的，在海边的时候它开着口，你放在桶里拿回家全都闭上了，可它可能就是在海边热的。你看放桶里的时候它就都闭上了。咦，太棒了，捡回去。今天全部水煮吧，全给它煮出来，煮一盆子怎么样？看这个沙贝，它有可能是热的，有可能是在这里呼吸喝水，都有可能。好烫人啊，这水！我看这个坑里还有好多，好多海虹，这个太小不要了，要这个大。你看这一对比，简直了，这个太小了。这些个头中等的可以吃啊，这个小不要了。这个小的，我捡几个大的吃吧。咦呀，这个可以，这水太热乎了呀！你看这一个，哇塞，这一个得太大了吧？这太大了，这是我捡的几个里边最大的吧？哎，这一个个头也还行啊，捡走。哎，这里有一个黑黑的扇贝，一面黑一面白，这是在上边被晒的吗？不是啊，应该是本来就这样。哎，给它洗一下是吧？带走啊！哦，看这里还有一个。哎，看看这一个是什么皮肤的呢？我看这种扇贝是统一的一个特点，没有漂亮的卵黄。你看这一个能不能拍出来？有一点，但是不明显哈。嗯。放起来。咦、哎，我还寻思翻个八爪鱼啥的，这里边竟然有俩鲍鱼。哇，可以，这个头。看看底下啥也没有了，走、哦，这边还有俩扇贝。哎呀，哎呀，真是太滑了！你看，这扇贝可真有意思，它都是一面白一面黑的。嗯，可以，这应该就是适应环境所以这样长的吧？它们很聪明。看这里一条八爪鱼，哦呦，快看！你是不是没发现？我差点踩了。看这里好大一条大鱼。快点把这个八爪鱼放桶里！我的天，什么情况？我的妈呀，偷偷的藏了条大鱼在这里，活泼拿不动。哎，浮起来了，游起来了！我的妈呀，好大一条大比目鱼呀！哎呀，我的妈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哇、哦，你看这品质多好呀！我的妈呀，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我刚来呀，收获这么一条大比目鱼，这是比目鱼，也叫那个什么鸦片鱼啊。
他这不行啊，不能往桶里放呀，桶里放不下，就放在这养着吧。放在这养着吧，等到走的时候再过来拿吧。哎呀，你们看这里这么多扇贝呀，每天都能捡到扇贝。哎呀，属实是有点吃够了啊，就是这么任性啊。你们是不是也喜欢吃这种扇贝？这是一种很不算贵的，比那海鲜还好吃，海鲜还好。我觉得比鲍鱼海参好吃，但是鲍鱼海参好像营养更高一些。哎呀，这里一个海参，那里一条八爪鱼，它怎么也不找个地方藏一藏，就这样趴在这儿。哎呀，这里还有一个蛤蜊，咋回事？你咋回事啊？就像不太聪明的样子，就跟在睡觉了一样啊。哎呀，太棒了吧，这也。好了啊，好大呀。这么大的海参，看，一动它太多了，一个搞笑的小胖子捡了，还行，一试一下这个品质好。哦，一下子两只，这也太暴露了吧，不知道藏一藏。哎，这个不太活了，不太活跃了呀，我的天，这个脑袋好大，但是这个是鲜活的，一看样子我就能看得出来。先把这条放下。哎呀妈呀，你看说他不行，他心里还挺强的。哇，这一个怎么样？哎，还吐水，还攻击我，收了啊。我的妈呀，吓人吧，就给你们看看这里。哎，他吸住了，还哎呦，吸住了。哎呀，这个品质也很好呀，你看跟刚刚那个颜色不一样。这个也硬邦邦的，别看他个头不大，只有个掌心这么大，但是看起来可以，带走啊！我又发现一只，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个也还行吧，但是比起刚刚那两个来，好像感觉它这个外形不太行。呀，你们有没有见过在礁石区的墨尔罗？来吧，好干净，好漂亮呀！哎，哦，这个水呀啊，丰富。滑滑溜溜的，软软糯糯的，真好呀！礁石区的朋友，墨尔罗就游客，干净的，走，带走了啊！哎呀，这里这么多扇贝，你看看，这里面是怎么捡也捡不完呀！我们这边的水海资源特别的丰富啊，就是海鲜资源。你看这个头怎么样？可以，帅气吧？帅气，给他拍个封面，哎，漂亮！走。不用过来，哎，跟你说了不用过来了。来，我给你们看看，我在这么点个石头缝里就能看到这么大一个大海参，你们就说发不发财？今天捡了五六只海参了，发财，发财！好多朋友说最近没看到你捡海参呀，我说那个，我每个视频里就是每天赶海都能抓个一个俩的，那个海参少的我就把镜头给它剪掉了。就收获多的时候我就捡出来给你们看看，刺激刺激你们。这一个海参卖个80块钱，那六个的话6-8，赚了，发大财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扇贝，这里是不是一个墨尔罗啊？这咋没有吐肉呢？肉没出来，还活不活？看咋？还是动的，还活都可以啊，还行，鲜活的，来，我先吃了。看那远处停了好多海鸥，这里一群，那里还有一群，好多。今天咱们赶海到这就结束了啊，捡了几个海参，一些扇贝，还有几条八爪鱼，然后再过来把这条大鱼给收了就可以了。咦，还活不活？我寻思养在这它应该是活的，你看还不错啊。千万别过头，耶，来过来打点水，打好水我又拿不动了，这个活咱们就交给摄影师了。老板呀，你看看，哦，打上水它就蹦起来了。看这里是啥？活果呢，离老远就看到了。这是一些小花螺，哇，小花螺可真漂亮，你们看呀，哇塞，哎，在别的区域我看他们也抓到花螺了。你看，没想到我来赶海，我这边也有好多。咦，真好呀！呀，拿不起来。你看，真漂亮，那也别把水弄红了，看不见了。收了，
你这里边还有好多就是水猴。今天的这还有好多，我知道今天的礁石区格外的不一样，水容易浑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家上面粘了个啥耶，海菜，你看这一浑我都看不见了。看这里还有一个，看这里好多，这个水呀一弄就浑，试探人捞吧。估计得漏不少，没事。哎呦，看，随手就能捞起来了，这也太过瘾了！哎呦，这里好多，这里好多，一大把。哎，行，差不多了，走。这里是一下子两个猫眼螺。但是你看看，这里的沙可能太粗了，他们进不去。呜呜呜呜，这个肉太舒服了。你看，但是它已经吸足了水分，让我来捏它一下。呀呀，这种是奄奄一息的，像这种哈，捏着它不开大花的，就是奄奄一息的。好的，应该是新鲜的，这个是活的，收了啊。这里有扇贝。还有一个虾，嗯，来看看，活了。哎，这个虾还有黄，你们看，咦，太好了，虾黄很新鲜，就是很鲜香，应该这样说。你们喜欢吃吗？我感觉还行。这时候开始乱动了。哇塞，这里这么多呀！你没看到我，我是抬起头来才看到的。哎，过瘾呀！哎，捡一个钓俩。捡一个钓俩也是绝了，够了啊！还有一个，水太浑了，还有你。哎呀，这里边怎么这么多？还有，走，这里还有好多。哎呀，正好这里有个石块，让我坐着歇会儿。捡，这个石块热热乎乎的，可真舒服呀！哎，收了。大颗，这个张大口的不活了，但是看着新鲜，带回去看看，多漂亮！说，我离老远是看到那一堆蛤蜊的，走近一看还有一只皮皮虾，哎，是可以啊，还有一只呢，两只皮皮虾，还有一个扇贝，哎，把这一窝蛤蜊捡了，你看，这蛤蜊我跟你说哈，它是在这一个沙堆里。这不是稍微有点涨潮吗？他们就出来了。哎，你看这里还有一大个，哇塞，太多了吧！你看这大蛤蜊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蛤蜊哦。同时也是最便宜的贝类海鲜，可香了。说，哎呦喂，这个水一点都看不清，但是因为这个花螺实在太漂亮了，颜色太鲜艳了，所以我就看到了。啊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为啥水这么浑呢？就是海里的浪大，所以这些小花螺都吹出来了。哎，行，先放通了。哇，给你们看看我发现了什么，这么长，哇哇，这天气太热，把它给晒软了。你看看，就这么长，它缩的话也就能缩缩一半吧。这得有30厘米。对呀，就是本来这么长的，它一缩还有这么点了，但是你看这个这么长，一缩还有一半。哎呀，我吃这一个估计都饱了。哇哇，厉害了，这么长的大海参，来，我得给它拍个封面。绝了，瘦了啊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黑黑的一大坨。哦，这里水烫人啊，拿出来吧。你看你看，还挺好看的是吧。咦咦咦，就是它的吸水力也很小，一拽就出来了，不碰它了，走吧。这什么情况？你们快看，这面上好多墨眼螺，你看这个、那个，还有那个都没进去，咋回事啊？那我来给你捏一下水，你为什么不推土呢？全刺我脸上了，是不是有点懒呀？他在报复你，这个是不是有痕迹？但是窝在这儿吗？嗯，哇，这个窝子可深了，
你看看你们，要么就补我，要么就窝的可深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呵呵，太爽了呀！这么一摞，我感觉到了很鲜嫩、很爽滑的软料子，很滑溜。你看啥情况呀？啊，这个也没进去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哎呀，好多啥呀？我看看，这个还活着，你看。懒，你看看，属实在这里摆烂的一天。这边的沙多软呀，你不推一下吗？这我这视频拍出来，你让我网友怎么说啊？哎，是说我视频不够精彩吗？还是说你们懒？我觉得赖他不赖我。我放松点，我们再继续找一找。这适合不？这适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看着不太像，试一下吧。光拿了拿表面上的，估计还有窝沙的。这边的沙太松软了，莫叶螺窝进去都看不见。你看，一点痕迹都没有，我一个都找不到呀。我看到这里一个鼓包，我以为是莫叶螺呢，扒了两下没有。给你们看我扒出来啥？海虹，这是不是？这个不是，把这个海虹带回去吧。这是两个袋子吧？这口咋这么大？哎呀，好多沙呀！我给它洗一下。这个开口了，得回家得看看它新不新鲜，才能确定能不能吃。这个是活的，哎，给力哟！带走。这个是活的，估计这个也是新鲜的。我先看看。来来来来，你看这里好多扇贝，还有一个小海星。哎，这个小海星硬邦邦的，可以放着吧。扇贝带走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耶！这也太脏了，这个地方我平时不太喜欢来，这边太脏了。哎，这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么大一条八爪鱼，你咋看到的？我竟然没看到呀！哦，哎呦我塞，你看呀，这边又开始长火柴了，夏天的时候就是大爆发的时候。天一暖和就开始长了哈，这边又捡两个扇贝，来看看这好多呀，有时货也看不清。你过来看，好在这里清晰一点，看到这里藏了一条八爪鱼。咦，起来吧，这脑袋好大。哎呀，好多火柴呀、啊，这可不是紫菜哈，有好多朋友以为这是紫菜。看这边还清晰一点，在这边瞅一瞅。这边有石块，能不能翻起来？这什么？哎，蛤蜊呀！我看，我看，我还看到小爪子了呢。呜、哦！我就说我看到一小爪子，听不见了，看到一个蛤蜊。行，这里边竟然藏了一条八爪鱼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个老溜，老溜出来吧！你看看这一条，也还可以哈。哎。开花了，收了，这个还挺漂亮的。我目标是这块石块，往前看看。咦，有吗？哎呀，在这里赶海有点脏啊。走，好歹还是有收获。这里又碰到扇贝了，带走。哎呀，张个大口在这呼吸，你不怕被敲到吗？哎呀，我的妈，可能是他们是爱吃这些东西，收了。哎，石板底下有没有大货？一二三，起！哎呀，好干净！来来来，我给你们看看，在你们看到看在你们看不到的虎台底下都有啥大货？八爪鱼一只，看这里边还有蛤蜊，八爪鱼应该是过来吃蛤蜊的吧？你看那里还有一条。这是空的，再没有，我给它造一个窝，可能这里下次就能藏。哎呀，哎呀，带走吧，继续，来扇贝。哥，你看，我发现这里好多扇贝，好像还有个大皮皮虾。你看这个皮皮虾怎么这么大呀？哦，这个爪子还活，你看，就是这里水有点烫哈，来得早，发现了。再来晚两分钟，它就不活了。你看，
呦呦，输了啊！好大的皮皮虾，哎、很大呀，这个头，你看多大呀！这不得10块钱一只没？厉害了！哎呀，这颜色怎么还不一样？是不是和人的皮肤一样？哦，这个扇贝吃皮皮虾呀！呀，我来拯救你吧！这一窝可不少了。这是搁浅在这儿了，水还有点热。热的呀，这夏天天多热呀，我都热抽了，擦了10来层防晒，还戴着帽子。哦，哎，水浑了，这里还有皮皮虾。哎呀，之前我一直穿着水鞋，看我换了一双这种鞋，好看吗？这脚下水可舒服了，就是感觉洞洞鞋不如水鞋在礁石区里安全一些。看这收获可以啊，这扇贝也漂亮呀。来看这边，还有好多这扇贝，你看有大有小，都带回去啊。嗯，哦，这个还咬我了。它还自己弹，你看，哦，它也咬我了，你看。一动闭上了，哎呦，你看它这个力气可真大呀，啪一下子就弹上了，但是还没闭结实。收了，你看这里还有，过来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一会儿不能穿这个鞋，危险。滑呀，大家来海边的时候穿洞洞鞋也一定要小心啊。你看慢慢的闭上了，哎，搞笑，收了，还掉了一个，咱翻翻石块吧。哎哎，干啥？这条八爪鱼。耶耶耶！哟，还行吧。哎呀，哎，反应过来了，反应过来了啊！刚刚没反应，我以为不行了。去看看有没有？有一个螃蟹。哎，在这儿。很大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看错了，是个海草。哎呀，走吧。我在这里发现2只海参，哎，哇塞，这个咋这么大啊？你们有印象吗？这个可比我以前抓的都大呀！这什么情况呀，摄影师？这一个有个一两斤呀，你看看，这么大，一个比手掌还宽，这一个的话得卖多少钱啊？这么大的？100呀，发财了。现在回家就值了，看看吧，这一会儿，看这底下还藏八爪鱼了没有？哎呦，没有啊！我过去，老远就看到了，这里飘着一朵黑黑的，这啥沫呀？你看吧，我猜着是八爪鱼的沫，所以我就觉得这里会有八爪鱼。过来一看，还赠送我扇贝，这太好了，收了啊！这不是个吗？是不是？这里有一个扇贝，是不是？我刚刚把它当成爪了，我以为还有一条八爪鱼。哎，这里还有，你看皮皮虾就一只。哎呦，你看爪子还动啊，微微摆动哈，你看。哎呀，说起这种微微摆动、微微的，就是半死不活的这种感觉哈，我跟你们说，要是我自己买的话，我就找个冲氧箱把它带来，最后放在里边还是活蹦乱跳的。像这种奄奄一息的，它就是在这里跟前时间长了，水是热乎的，把它烫的不行了。哇，这里有一个活蹦乱跳的八爪鱼，看，让我们来拍一拍你，逗你玩一下。哦哟，这爪子很长哈，从哪里钻出来的？我刚刚明明走过了，没发现呀。应该在石头底下出来的是吧？咦，这个可真漂亮，粉粉嫩嫩的。估计这些石块底下还有，你再找一找。给我起！哎呀，没有。给我起！连个螃蟹也没有啊。我看这里有一些蛤蜊，这里还有。你看那底下还有一个扇贝。哎，夹的。我看到一个好像寄居蟹的东西。这几个大蛤蜊可真大呀！看，这里寄居蟹不动它了。看这里，这几个蛤蜊看着可真脏呀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礁石区也太难走了。不
不简单啊，走，你看看这几个蛤蜊可真脏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没事，洗一下就行，就是一头拖沙。哎呀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藏着的小可爱，你可真会藏啊，树狼。它这里还有，慢点慢点。